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Google 在国内命名为谷歌。2005年的时候，他在中国找到了首个合作伙伴，成为他的代理商之后， Google 就立即加快速度发展他的代理。目前，很多的网络科技公司都成为了谷歌代理公司，并且这个数目一直在随着时间而快速增加。Google 是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网站，其他几项 Google 服务也在访问量最高的前100个网站中排名，包括 YouTube 和 Blogger。 截至2017年，谷歌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品牌，并且根据其2017年度报告， Google 的发部分收入来自广告，可想而知谷歌广告是多么的至关重要。那么对于有海外推广需求的企业来说，如何找到正规的谷歌代理商呢？一、认定这个标志。 Google 合伙伙伴标志象征特定合作伙伴已经成功通过 Google Ads 的产品认证考试，并具备最新的产品知识。换言之，拥有这个标志的才是实至名归的合作伙伴，谷歌代理商。二、运营团队规模。谷歌广告 Google Ads 海外推广的每一环节，如开户前账户的审核、缴费充值、广告创意设计与投放、广告投放效果分析监控等，都需要整个团队的协作。由此了解谷歌代理商的整个运营团队是否具有足够专业的人才配备是非常有必要的。优秀的 Google 合作伙伴，比如我们都会配置强大的谷歌广告优化师运营团队，实现专人对接，根据企业推广现状量身定制广告方案。三、运营团队的专业资质，跟运营团队的规模一样重要。优秀的谷歌代理商都拥有专业的投放团队和运营流程，运营团队中的广告优化师一般都拥有包括 Google Ads 基础认证、搜索广告、购物广告、视频广告、展示广告、移动广告在内的多项谷歌广告产品考核认证资格。因为只有专业能力得到官方认证的优化师，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谷歌广告投放策略和服务。四、谷歌代理商的推广实力。五、谷歌代理商的行业口碑。如果有方式和方法可以去了解谷歌代理商在该行业中的口碑，那么一定不要错过。你可以通过调查与该公司曾经合作过的广告主对所提供的服务的态度和评价，来了解该谷歌代理商公司。这些态度和评价往往能够反映出代理商对合作企业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准。因此，如果你现在或者未来要做海外推广谷歌广告，根据以上几点来判断，相信定能找到一家正规授权的并且有实力的谷歌代理商。